巨蛋一直漏水，第一首歌是要唱《感谢雨声》。不会，第一首歌是《亲爱的》。爱上你，从那天起，甜蜜的很轻易。告白气球，谢谢。我想内政部之前也表达他们对于在106年的韩式的立场是一致啊，所以我们就会遵照议会的决议好来办理。会不会觉得中央地方在互动？不会，我想我们都会保持沟通啊，我们都会尽力的努力。来让大巨蛋可以举办演唱会等大型活动的方向来进行。牛博雅说，你写议会提案这件事情是不沾锅。其实我们就是一直非常努力的朝向市民朋友共同期待，来让大巨蛋朝向可以举办非体育赛事的大型活动，包含演唱会。所以这是市民绝大部分都很期待看到，所以我们就是不断的努力。一关一关的克服各项的限制，这么努力被说不沾锅，会觉得委屈啊？不会，所以也很谢谢啊，周杰伦他有表达，他很希望能够来大巨蛋演唱。现在大巨蛋一直漏水，第一首歌是要唱《听下雨声》。不会，第一首歌是《亲爱的》，爱上你，从那天起，甜蜜的很轻易。告白气球，谢谢。